来看看你这个威力。越到后期越难打，别急兄弟，我很强的，我真的强。等一下直接切后排，我是刺客，我是刺客，没勾到，绕后切后排。OK， 双向吸到了，好，直接切掉，直接给他无情的切掉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刺客，然后开始杀暗器了，其余人不在我的攻击范围，我只负责切后排。他想把我引到药那边，我知道你的想法，我也想好了，这一波我要 1v2， 所以我现在动手，因为我的大招要好了，拿下，药来了，没事，药也是送的，这就是隐刃的威力，给哥死，给哥死，拿下，实力带飞。